迎大家来，欢迎你们。要感谢哈、张主任、张德初老师，常年服务大家。啊，感谢你有机会哦，黄老师哦，因为有你的关系，大家哪里是过免啦，免啦，甲你教，免啦，教才让你愈来愈健康，大家哪里是呢？伊要你甲你教，伊健康哪里呢？所以呢，也谢谢你们让他有机会服务啊。那一点点。有时接触大概大哥大姐哈，伊拢会比较，伊拢会甲伊讲，你偏独孤遐个长辈搁较少年，但是恁的体能比伊较差哦。我常常听人咧讲，所以有欢喜无？哦，比较你家己无感觉对不对哈？好，谢谢张主任，谢谢黄老师啊。你个人感觉很有，你个百万的比较哦，你常常会滴。新增啊，巩固个人学习中心的长辈啊。今天一个入华的是讲，你今天有新的演出的节目对不对？我在网上看过哦，以前拢是啥物花鼓阵哦，花鼓阵有名，啊，后来就是一挂运动表演，歌唱第一遍哦。所以今天你嘛正欢喜，我嘛正期待啊，要看你的歌唱演出。好，第三点，咱今天来写嘛，来写嘛，来出咱的有一个新的物件，好唔好？我拄仔看你大家来写，感觉真好吼，我愈来愈，一年过一年，大家拢无啥改变，拢安健康，依旧是这样健康。所以呢，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，讲要轻松活到95岁的闭关，咱只有95岁。
第二暗时要困，伊就来啉水。哦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咱的月亮会较热嘛，哦，啊暗时你无啉水，就阁愈热，所以有时较有一寡变化。暗时爱，你为惊放，惊爱起来放尿，拢唔敢啉尿尿，有安尼无？唔通啊，爱啉嘛，吼、哦、你嘛是爱啉啦，啊，啉水的时机就是困以前爱啉。啊，下再起床嘛，爱啉，起床啉水无，小淡仔就比上个月就是较热嘛，啊，一暗仔无啉，无咧个活动嘛吼，所以再来先啉水，再来饮湖水，安尼几个伊啊，来复习一遍，一个，一杯奶，一碗粥，一个洋葱，然后呢，一片鱼，一份鱼啊。还有呢，一壶水，还有一个苹果，一个切，一个苹果，哦，苹果，哦，苹果嘛是上好的。原来有一句话讲，一天一粒苹果，就免看医生啊。有无？有食苹果的，快点习惯。一个苹果，啊，过来就是爱行一公里，行一公里。一公里，然后还要去做复习，就是公里。啊，这个第后第九项就是爱有一种的兴趣，有兴趣无？有啊，咱来这里学习中心哦，那甜甜圈啊，那边活力棒，有智能板啊，那边运动啊，啊，今天你们给上我一项兴趣，哦，最后呢是。一份好心情，这两个目标，这两个非常重要。好、哦，来提问，一个好心情，会记袂？啊，那所以这两个目标，这两个上重要。这两个来，一个一种的兴趣，兴趣，咱两个家己做无啥兴趣啊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对吧？无兴趣，但是出来吃，不然你无兴趣，但是王老师来讲讲，啊，社主老师讲讲，老师讲讲。就感觉愈来愈趣味啊，所以兴趣。啊，过来的上尾就是讲，咱一个好的心情。你有一个好的兴趣，就会有好的心情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十一日，予大家食到一饱，安尼很好。好。上尾一饱。好。来，复习一下哦。来，个上尾个两个，来一个，一个蛋。Thank you.